好，这里是多拉岛，一座漂浮在蔚蓝大海的小岛。红火龙守卫队每天都守护着岛上居民的幸福。现在，闪电结束了天空的巡逻，即将返回红火龙基地。黎明塔拉，急速到达！红火龙守卫队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红火龙守卫队。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多拉岛的居民解决各种麻烦。没事，红火龙守卫队来了，守护大家的幸福。我有六个非常有趣可靠的队友。速度决定一切，他是闪电，拥有超级速度的侦察员，他驾驶着闪电龙战机，能帮助队员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抵达救援现场，快速解决危机。喂，他是火爆，我很好，脾气暴躁的警备员，每当出现导弹滚时，他都会驾驶暴龙警备车，捉网、粘着弹、暴龙激光发射，用各种先进的警备道具逮捕他们。红火龙守卫队就是要守卫这座小镇，有我在没意外。他是小飞，沉着冷静的消防员，每当城镇发生火灾时，小飞总会驾驶应龙消防车迅速赶往现场，使用专业的灭火工具迅速扑灭火灾。谢谢你，小飞。拆好了啊，是修好了。他是阿健，会修理更会拆东西的天才工程师，遇到大工程时，他就会出动角龙工程车，用百变实用的维修工具开始他的维修表演秀。很厉害，救援也是很可靠的哟。老奶奶，你感觉怎样？哦，真舒服啊。他是木木，温柔细心的医疗员，每当出现伤员时，他都会驾驶剑龙救护车出动。剑龙救护车配备了全套医疗设备，为伤员提供无微不至的医疗救援。有木木在我身边，我感觉很安全。他是彤彤，机灵可爱的计算机天才，他留守在红火龙基地，为我们提供实况信息支援。我是小静，红火龙守卫队的队长，我负责队伍的指挥工作。我们以出色的实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今天也是充满幸福的一天。出动！二萌，啾啾博士在做什么呀？博士待会儿要拿你做实验哦。不要啊！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在我煮面的时候打扰我。我是来找您要幸福能量枪的。不是您说让我们到小镇去收集居民的幸福能量吗？给你，早点完成任务回来。要是没完成的话，我还缺三只猴子标本。保证完成任务。爸爸，我们回来了。今天又是充实的一天，也是辛苦的一天，我的腿都快跑麻了。孩子们，点心来喽。谢谢爸爸。应该是我们感谢你们，正因为有红火龙守卫队的帮忙，小镇的居民们才能过上和平的生活。嘿，小静，还有守卫队的朋友们，你们看看我的最新杰作——太空飞船。哇，真科幻！谢谢你们喜欢我亲手做的手办，我仿佛看到自己未来成为手办大师的光明前途了。叽叽。我找到幸福能量了，伙伴们，现在我们该回基地了。夜晚的小镇也需要我们守卫队。好的，干活了。我也要回家了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好啊。我还是要抓紧时间回基地了。为什么我们不问那个小孩要手办呢？你没看到那个小孩和守卫队在一起吗？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，叽叽。我们晚上再行动。还是猴宝联想的周到。三妈，不要大惊小怪的，以后你就会习惯我的聪明才智的。猴宝莲，现在去拿飞船模型吗？这里经常有人经过，等夜深一点，
我们再悄悄过去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过去啊？像我这么酷的猴子，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的。哦，侯宝莲，我哪会飞船模型呀？你是怎么拿到的？就这样走过去，打开窗子就拿出来了呀。你做得很好，但不要骄傲。幸福能量枪，幸福能量收集完成。求求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，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护。被吸走幸福能量后的物品居然会发生变异，正合我心意。我早就想一边开飞船一边吃导弹了。小小飞船出发。搬一趟仓库比去健身房有用多了。别磨蹭了，我现在就只想赶快早点搬完回家睡觉。我们的货物，我们的货物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的货物都飞走了。这有外星人吗？有外星人啊！有外星人，有外星人！他们被吓坏的样子真好笑，你听。有情况。吼吼龙守卫队，有外星人偷走了我们的货物。吼吼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吼吼龙守卫队出动。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飞暴装甲启动，快计划肆虐。守卫战衣装备，小心！闪电龙战机，勇敢正义有热血，多龙月野猪，守卫队为了幸福出演。急速到达！快来呀，在那边！他们飞去那边了！伙伴们，我看到飞船了。好的，闪电，先尝试和外星人友好沟通吧。亲爱的外星朋友，我叫闪电，不如我们一起坐下来吃蛋糕聊聊。我们不是外星人，我们是本土猴。喂，不想吃蛋糕，那咱们就换另一种沟通方式吧。同意。打不着。躲得还挺快的嘛，我们来躲猫吧。小金，飞船隐身逃跑了，我找不到他。别担心，伙伴们已经分散在小镇的各个区域，他们会监控飞船踪迹的。上空停留，发送位置。收到。捣乱停车场是最快乐的事情，守卫队不过如此。
先吃个香蕉吧。本土猴，你们束手就擒吧。我们不叫本土猴，我们叫香蕉兵团。隐身模式，看我的。好样的，啾啾。你的隐身已经没用了，小猴子。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吉吉，看招。噼里啪啦，面对疾风。